迪丽热巴终于官宣新剧，看到男主是谁演后，网友这次追定你。最近娱乐圈中的明星们都纷纷开始官宣自己的新剧，为自己的新剧做宣传。毕竟明星再火也是需要在好的作品中用实力征服观众，所以再受欢迎的明星也需要实力。作为娱乐圈中公认的女神迪丽热巴，从出道至今就一直备受关注，凭借着出色的外表和精湛的演技，迪丽热巴一直很受欢迎。毕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她真的是太幸运了，难怪网友们会如此喜欢她了。最近关于迪丽热巴的消息大多是在探讨和高伟光